其实我刚回到做伙时阵，我是真正感觉足欢喜。阮两个哦，真正是心有灵犀，不管是想要讲话，另外一个人拢会知影讲对方想要讲啥。以后我想要陪伫伊身躯边，陪伊笑，陪伊哭，陪伊生气，陪伊艰苦。其实迄天伫饭店，我阁真正足希望。我甲伊有发生关系。Oh my god！ 哎，张超越，你真正聊落去安尼？无聊落去，变作叫爱情对吧？嘛是啦。人讲谈恋爱时阵哦，都会变戆变空。我以前嘛甲你同款，所以我无资格讲你。既然你已经决定啊，以后我都袂阁讲啊。我会点点啊，伫你身躯边支持你，做你上大的精神支柱，嗯。多谢你。对啊，即马陈东君回来啊，你巴肚内底的囡仔一天一天大，你敢阁会予伊一次机会重新开始啊？当然袂。东俊永远是这个囡仔的爸爸，啊，不过这个囡仔，我是为我家己留的，所以就算讲伊改过自新，我嘛永远无可能接受伊。哎，王阿姐，我若感觉咱两个人今麦处境是糖尿病啊。因为你谈恋爱啊。你担心找超越麻烦，我袂当我妈搁接着超越困扰。啊，这间饭店温泉真正真清苦，我刚刚泡脚尔，就感觉规身躯烧火火。那我甲爸爸洗落来了后，我一定搁要来一间。好啊，洗够咱搁做回来。嗯，爸。你那有泡汤无？有啊，我才甲超越讲，我真介意这个水池。爸，你感觉真好呢？真介意就好啊。这所在我有来过，就是感觉袂歹，才会带你来。尤其新饮的养生茶上界出名啊，唔来当补充水分，佮会当帮助血液循环，加速排毒代谢。恁好，等下等于房间，一定要拎一杯啊。好，多谢，多谢爸。云姐阿姐。多谢你这么用心安排。哇，时间无错啊，我等于帮伊休困啦，晚安。爸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，姑奶。这就是运进来就够养生茶。哇，真香嘞！真好啉。躺着就是要困，我先来困一下吧。
小雨，这样也多好，还叫对有力啊。是啊，啊你哪会在这啊？我有代志要问你，先出来，好好讲话。你带医生，我让你出来吃，我在医务箱，你应该不是来泡温泉的啊？当然嘛，不是。其实哦，我是来这做医美疗程的啦。做医美疗程？是啊，恁跟江总裁合作的未来城已经动工啊啦。江总裁哦，打算要借用我过去在商业的才能，哎，我一个进步哦。给我真感动啦！我就想讲哦，先把家己门面整理好啊，然后再重出江湖。那你想要做医美，把去诊所，等到要走回家。在我有人想要进场维修哦，总是爱较低调的。啊，我惊哦，在医美诊所一直出出入入，会红讲伊啊话嘛真麻烦的。啊，在家哦，把疗程做好完哦，安尼啊。较有隐私啦，阿妈较安全。我想你误会我意思啊，我是问你，倒一间门店歹去，你偏偏来超越大饭店，你是超越要当医的啊？超越嘛，姐姐，我嘛是今麦听你讲起，我才知影的啊。顶摆我超越门店行设计，今麦你无得无志，带医生给你送来遮，我们做什么医美？你良心讲我会相信啊？啊！你顶边不是讲你是因为啉酒醉，才会甲创业困中的？啊，是安怎你这么讲？你是红色的？是不是恁爸爸讲了后白讲啊？伊这个人哦，一支嘴好累累啦，你哦，莫受着伊的影响。好，别讲遐济啦。只要你好好检查，医务箱内面是不是像陈女士所讲的，是医美器材，我就知影你是不是讲白贼啦。啊，这器材是医生的啊，哪会当误白叮当？你跟我好误会，我无愿意好检查。这不是我愿意，也是无愿意啊。人这是医生私人的物件，我无权利啊。我再讲啦，等下疗程来做完了，医生应该赶到顶去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较晚嘞，妈妈再打电话向你解释好不好？是医美器材。他们真的想要误会啊！我都讲了，才讲过，我是来这做医美，谁做你个姐妹，更唔肯相信妈妈？你的过去记录。我做任何人，拢会怀疑你。是，我过去确实做唔着代志，啊，不过我嘛已经付出代价啊。即卖我只想要好好啊重新做啦，只是希望我还阁活着的时阵，会当看到你结婚生子。我感觉超越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所以妈妈希望恁两个人会当斗阵。啊，若确实真正无迄个缘分，我嘛袂勉强。你哪会当因为安尼，就认为是妈妈设计，予恁两个困做伙？感觉在你的眼内，我就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士。因为你的所作所为，这是我不能相信你。虽然这边无我找证据，但我无代表你就是清白。你若甘愿相信你爸爸的话，不要紧啦。总有一天你会知影，妈妈为你付出的，一定会比你爸爸为你付出的更加多。两位，拜谢啦，等来坐。
问题无？胚胎已经顺利植入江小姐的母体内底，刷了吼，就等验孕了。您的报酬我已经汇入去您的口袋内底啊，我会记的。您的保守秘密绝对袂当予任何人知影。崔小姐，你讲咧？高人是困在枕头边呐。人家是神不知鬼不觉，也是当然的啊！我出手哪有失败道理？是啦，都正好加载啦。你有传简讯来通知我提醒我，啊，那无我今麦真有可能和小雨已经联包啊。温柔跟超越拢是真巧的囡仔，顶边因伫咧饭店互人失叫，已经起怀疑啊。也不过，因无封闭着我，所以我透一句，因就讲讲出来。原来，因是咧搬戏给咱看。既然安尼，咱就假戏真做。但超越知影，家己无心了后，都袂好啊。我自有方法，和文斌我所用，回得啦。你只好可以配合，伊自然。那代志，给我处理了好些，啊！过去我跟你无熟识啦，啊，不过我捌听陈忠信提起你啦，伊讲罗在英的身躯边啊，有对一个个性真刁滴，而且真死忠的王伟金。后来我又搁知影，你的查某囝雅杰，甲超越是好姊妹仔伴。这种种关系哦，安尼加起来，其实却对你无信任感啦。听着阮阿爷讲要把这件代志交予你去做，我确实有淡薄仔烦恼。烦恼，我会出卖江忠臣。原本是啦，啊，不过今麦看你这个反应，好像唔惊得罪着恁查某囝身躯边的啦。这跟我在外口听到的完全无同款，所以你是跟阮阿兄身躯边了后才开始转型的，也就是讲，阮阿兄有答应要给你什么好处，你才愿意跟伊斗相共的。我的性命是江总裁救的，我才会当交我的查埔囝团圆。吃人一口，行人一道，这是我王文金做人的道理。再说讲，阮娘跟彩月。本来就是互相依赖，咱做时代，甲因斗相共杀作堆，这也毋是甚物歹代志啊！你免想遐济，为着我甲你同款，啊，江总裁是假江平的，你着好好配合，应该合理的江总裁袂减负你。